啊，请我的师兄弟剑子辈，老都十月要养的叫建国，啊，老二呢是八月要养的叫建军，老三七月要养的叫建党，老四阿青四月五号养的叫建鬼一个。后头包户口包不进，没办法了，后头叫阿青了。我的意思就是你叫好工，你叫好工。侬想阿青侬今年几岁了？今年是虚度光阴，哎，刚。你不要瞎讲，你还不至于讲不动，不要来讲，不要开玩笑了。记住，五十七了，五十七，侬来到这个世界上五十七年，我想问问侬，再过五十七年，侬辣辣啥地方？侬讲。再过五十七年嘛，我是要114岁，我要要死，我打电话了。不，现在生活条件好，医疗条件好，现在侬想活到几岁就活到几岁。侬讲，侬要活到几岁？最近呢，讲我看过啊，讲我人没瘦的，身体蛮好，讲我大概估计大概好活到150岁左右。侬想活到150？150岁。150，老人家，我150那个。过150岁，三年个辰光，小辈侪来看。全部来看我。哟，喜欢了，这老头子活得动了，我说。真的了，你哪能不动了啊？阿姐，阿姐，你动了动了，这头伸出来，你喜欢哪能又缩进去了呢？又伸出来了。侬到我屋子呀，这头伸进伸出。关键我了还要生活质量高，要享受生活，该白相啊白相。阿拉上海人白相啊么子蛮多的，是啊，吃吃老酒啊，搓搓麻将，斗斗地主。侬想搓麻将，我顶欢喜。阿拉一上房子，自家人家才会去搓麻将，是吧？阿拉赌从来不赌啊，十赌九十赌在上子，赌个朋友没一个发财，不会发财，真啊，不会发财的。是。那么搓麻将总归要有私瘾，对对对，哪能办呢？阿拉总归双休日改个礼拜六来一家人家屋里搓麻将，啊，啥人家屋里输掉，啥人家屋里请客吃饭，这个倒蛮好。双休日礼拜六，阿拉屋里向两三年没开过火场。我母亲做得更好啊！不是我母亲好，伊拉抽不过我，啊，是啊。那么一直人家不大好意思，阿拉老婆讲，还好请人家到阿拉屋里来搓搓麻将。我诚心施眼拨伊拉，阿拉老婆烧眼好吃的小菜拨伊拉吃吃。搞好了，三家人家到阿拉屋里搓麻将，阿拉屋里家人家一共四家人家坐来搓麻将，阿拉屋里从来不搓麻将，一副新牌骨头都倒出来。我做庄投资一杀，杀出来一只五，一只六，十一天门，天门开张，四只牌挪上来，我一看一吓，啥牌？一对东风，一对发财。哟，赌吧！这四十把挪上来一看，我有一哈，啥个吧？一对红中，一对八百。哟哟，这四十把挪上来，我一看，我吓得台边给昏过去。啥个吧？一只东风，一只发财，一只红中，一只八百。哦哟，啥个吧？我跳棒哒哒，两只把跳上来，一只一动，啊，一只一动没用上，没用了，我一只吓人了。一只啥吧？东风。东。哎喂哎啊！侬有三只东风？对，本来三只东风。好暗光。现在摸着这东风比四只，哪能办？暗光，暗光，我光到了一毛。哎，啥吧？哎，哦，哎，一头头，啥吧？发财，哎，蘑菇了，发财一个。我大概做吧，知识不大，侬看几个了啊？你说发财，发财，啊，本来三十发财，现在毛着十发财，比四十发财，哪能办？光，暗光，暗光，暗光，我光到了一毛。哎，那毛把那做个头，可能毛的。小刀戳心，啥吧？红中，那一毛过红中一个。上海人真享受生活，大家一直搓麻将大家开心。红中啊，本来三中红中，现在摸到中红中比四中红中，哪能办？又讲肌肉又讲啊，广东了一摸，啥吧？光溜溜。要拿钱晓得？我怎么过来？你看，搿只八百不要讲我手摸得出，老实讲说我脚摸得出了。本来三只八百，现在摸到只八百比四只八百，哪能办？又讲。肌肉暗岗，肌肉暗岗，跌幅把我高台清爽，结棍了。东风发财，红中八百，全部暗岗，雕一栋清爽吧？啊，清爽。这一栋是个雕子，哎，你妈妈一口都不要动。我刚到了一摸，哎，光溜溜，一只八，慢慢叫，慢慢弄，再慢慢叫我们，这八百暗岗光，他哪能都找八百出来？你想哪能当五只八百的啦？我八百五刚到他那哪能会一只八百？他弄成五只八百个。哦，我一想这个，这个是副新牌，弄了不好，扫把仓扫坏掉了，有吧？上套要我里搓麻将，落着个落着东风一个。啊，这个他，我想我这个把不务了，拉了我里搓麻将讲不清爽。对，把务总归可以啊。把务不要紧，我把务了，我王是王，我单克一动，我掉八百。哎，三十五不得。那么把我要搓下去，我搓把一搓。光溜溜，一只六只八百一打，六只，这些哪里都六只八百个了？这个六只八百。那照理讲，我的不话糊涂了，啊，我打掉八百不是掉着了吗？是呀。但阿拉娘舅对我讲过一句闲话，我一生是不会忘。娘舅哪能讲？伊讲这个牌不好糊。啥体？太大了。哦。这个牌糊了，
对身体没好处的一个。我说我跑步了，一副跑步我会死你吗？我跑步了，跑步了，我跑步了啊！我王四王，我当他八百，我掉八百，那一三四五不得了。我八百往外头一打啊，踢门一个打眼睛的朋友讲，啪，要吓一到八折八百啊！那么阿拉老婆跑出来了，死人啊！刚刚买的那副新牌呀，四只备用的八百没拿出来就搓麻将啦，四只钢盔才来搓麻将呢。谢谢。